Oni. Oni. 这什么意思？ Oni。人类仍然是有限度。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哇，Oni好可爱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sa， 这是 Oni。圣诞节特辑，不是万圣节特辑。今年的万圣节我们做的非常的临时，因为我本来没有想到什么特殊的庆祝方法，跟朋友借来了几套万圣节服装。去年的万圣节是乌尼扮成老虎，傲娇爸扮成大黑猫，猫与猫的相遇。今年就想要让傲娇爸看看真正的万圣节，穿着一些可怕的衣服，再透过一些小游戏让傲娇爸顺利的变装。难得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让傲娇爸好好的配合，要好好把握。乌尼的第二套万圣节服装登场。没出息。带着斧头啊，准备去打人是吧？是不是去砍柴，还是要去种树？温姐，温姐，不甩了。然后说不给糖就捣蛋。温姐，不给糖都捣蛋了。温姐要对你。哇，能舔呢，是能带劲儿。温姐要去砍柴了。带个斧头就是砍柴了。这是你的万圣节任务卡。什么东西啊？请找出乌尼身上纸条，这不在这边吗？把纸条拿起来念一下。那么难拿？哇塞，别那么紧。念出到房间找出万圣节毛头猫头，好了，他背个那个他也无所谓。万圣节啊，万圣节要背斧头啊。请找寻万圣节猫头。你不是打开来看啊？打开看什么？请戴上完成万圣节的变装。这戴上什么？打开来看呗。什么戴上？这女人的头发我戴干嘛？我又不是女生。什么万圣节官方不戴？不戴。嗯？看上去男不男女不女的。我是十足的男性。你有戴过假发吗？没有。不戴剪假发，虽然头发少了一点，可是我的头发还是很不错的。反了啦！什么的东东啊！万圣节就是要穿可怕的衣服啊！你戴上去以后，你就是外国妞了。会讲英文。温妮，温妮，我好像女鬼哦。温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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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妮。嗯？这什么意思？温妮，温妮。他喜欢长发的姐姐。对。他喜欢长发的美女。只要长头发都可以。莫斯还不撒娇了，他知道我是女的。我也不是女生，我是十足的男性。他知道我是女的。
啊？很另类哦，不要那么摇头吧。不但没有杀，他怎么没有吓到啊？反而很高兴哎。很像那个。母女母女。你吸他、啊。不喜欢了啦，他发现你是个男的了。哎呀，好痒好痒，不带。等一下，你过来一下。嗯，人的头发这么多。哎呀，人的人呢就限制。哎，这戴耳后是很臭，我帮你打理一下。哦，戴耳后看起来蛮有气质的。我拿一个发夹给你。要。蛮可爱的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啊，就这样子。长发披肩 ，Happy Halloween。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哎，你也叫外国妞哎。Yeah，Happy Halloween。乌尼万岁！乌尼乌尼，乌尼漂亮。你好可爱，我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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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边给妈妈看一下。好看一点，刚刚的披头散发了。你要不要照镜子？不要。你照一下镜子啊。不要照。我房间有镜子啊，你去照一下。哇 ，terrible！ 哇，好恐怖啊，好恐怖哦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把屎排掉，把屎排掉！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按赞分享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收听我的 podcast 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！你看乌尼多可爱。亲爱的娇妮，我们有 LINE 官方账号喽，打开 LINE 输入 @unicatto， 用 ID 搜寻账号就有喽，会有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惊喜互动哦，赶快加入好友吧！感谢本月娇妮，是一个怎么样？狗跟猫怎么念 ？Cat。猫呢 ？Cat 就是猫啊。Cat 梁记忆力完全丧失。Mitchell，Mickey 吧 ，Win Huang，Jack Daniel，Sam Wu，Old Cat。对啊，念得很好。哦 ，Mabel Lai，Anna 090111AA， 涂佳杰，白佑，婷真郭，陈安妮，何崇新，张建峰，黄怡秀，小茹 ，Evan 小茹 ，Pig Light，Jeremy Lin， 王敏中王，汪小小。猫黄、陈美金、宜方和、蔡宗宪，以上各位，感恩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欢迎加入会员，也可以按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超级感谢！万圣节快乐，预祝圣诞节快乐，拜拜。